咁各位观众，我哋而家咧嘅位置就系喺西门町啊。经过今日嘅大停电洗礼同埋疫情嘅影响咧，咁我哋而家现场就见到西门町非常之少人噶。咁我哋重复一次啦。咁我哋今日咧经过一个大停电嘅洗礼之后咧，就西门町呢度就人又少咗，跟住咧就。鋪頭好多都閂咗門啦，啊唔係話而家太夜閂門，其實啱先我嚟到依度已經閂咗門嘅啦。咁咧就話依度上停電啊，同埋上網不穩定。點解上網不穩定呢？咁咧因為咧，其實而家現場係上網係困難嘅。咁啊，例如啱先做直播或者做一啲拍片嘅行為咧，都係會收唔到信號噶。雖然而家我哋嘅手機上面的信號是滿格四格的，但是呢大流量的網絡活動是做不到的，即是甚至乎 WhatsApp 都有匿機的出現。我們雖然現在就著燈，不過你部電話未著燈啊，個信號。我們可以看回呢，今天為什麼停電啊，可以跟大家講一講為什麼停電啊，我哋边行边讲啊，除非信号不稳啊，咁啊边行边讲咁啊。咁咧其实我唔记得咗嗰个系咩发电厂添，总之有个乜发电厂啦，喺高雄嘅，睇一睇稿先，咩发电厂？系兴达发电厂咧，就其实就系喺。高雄的海边的位置啊，咁咧就好得意噶，因为全台湾咁乸大咧，好多地方都要靠呢个发电厂发电嘅。啊，咁咧点知今日呢个发电厂系轻咗机啊？佢唔系扯得劲得滞啊，系轻咗机咁样，轻机 restart 又要等一阵咁样，又抢修咁样啊，咁又令到咧全台湾都。啲供電一岩一忽咁樣，不過今日喺基隆咧，喺學校度咧就非常好彩，啲燈斬下斬下啫，上課活動繼續如常啊！咁咧，我哋可以睇一睇而家西門町有幾咁熱鬧咯喎！經過疫情同埋停電嘅洗禮，哇！而家遊客寥寥可數啊！得翻啲阿嬸啊，咁啊，唔知啊神功氣啦呢度做，咁啊，好得意啊！真係嗰、那個興達發電廠出事之後，全台灣都冇電啊！啊咁啊，就係咁嘅原因啊，得意咧！啊，估唔到全個台灣係靠咁一個。40年歷史的發電廠啊，仲要燒煤嘅，依家好嘢啊，燒煤嘅啊。優惠優惠大優惠，幸福金龍。咁咧，火鍋加燒烤。有冇冷氣？我哋學校啲冷氣開唔開都咁凍嘅，放心。啊，再加上我係已經知道我屋企停咗電啦，咁啊，因為我有一部。遠端遙控的電腦今天沒有上到線、啊、再加上呢今天是回過家，發現家樓下的車庫呢是我發現家樓下的車庫是停，因為停電是開不到門的，亦都呢、沒有電梯啦，家住十幾樓的，那費事行樓梯了。咁咧就因為咁嘅原因咧，就係冇翻到屋企嘅今日。啊，疫情關係啊，今日唔熱鬧啊，今日西門不熱鬧，啊遊客區不熱鬧啊。啊，咁咧今日嘅台電咧就話9:40咧就應該就。供電就好翻7788999010咁樣啦，咁我哋今日我就冇乜受到停電嘅影響啦啊！
咁啊，至於屋企個雪櫃咧，就應該損失唔太嚴重嘅，因為只係損失咗一支豆漿咁樣嘅啫，唔係噃，啲豆漿唔平噶喎。咁咧就係咁樣啦，今日嘅西門町咧就係咁樣啦，啊冇人啦，啊得翻啲葉啊，揾人掃地啊要。唉，要斥資幾百蚊，又要住外邊啦今日，啊唔好彩。咁啊，而家咧大家都喺度揾緊上網嘅，係都好難上網噶。咁啊，因為咧而家嘅網絡信號係非常之差，我而家係偷緊。一間 Adidas 的免費 WiFi 的，所以呢我的範圍不可以離開 Adidas 這裡、基隆今天是沒有停電的，以我的認知來說，停電都是在順義路的位置的、暖暖區都有停電的，我間學校沒有停電啦、OK?我間學校犀利啊！我一停電啊，個後備發電機滾滾聲啊！啊，國家機器凍得很厲害啊！咁啊，有啲 beautiful 嘅旅客啊，就喺度，冇人嘅，點解咁樣啊？就今日咧，有一確診個案升到26宗啦。即係夾埋26宗啊！依幾日夾埋 ，OK， 夾埋。咁咧有個原來有個阿叔啊，喺依個台北萬華區啊，就係依度嘅附近嘅啫。依度附近嘅地方咧，喺龍山寺附近叫雞啊。台灣嘅衛生福利部部長咧就形容係人與人嘅連結啊。咁咧就叫完雞去咗好多地方，又去咗宜蘭，又去咗基隆、八斗子釣魚，跟住又去咗桃園，又去乜乜柒柒咁樣。而家啊，啲老人家真係有活力啦啊！又係鹹濕出事啊，同香港一樣，阿伯鹹濕出事啊！尋晚我又去咗萬華，冇去萬華噃，我琴日冇去萬華，家樂福先算係萬華。家樂福不算啦，啊，有妹妹做訪問啊，咁咧呢度就係今日嘅慘況啦，啊，西門町嘅慘況，獅子會群組啊，獅子會啊，好多有錢佬嘅扮同埋扮有錢佬嘅地方，啊，老子都係獅子會畢業噶，小學啊。你把沈行过，活力十足啊，边边有力啊！咁啊，呢个就系西门町嘅现场啦。好啦，咁啊，由於咧我要需要個信號啊，要唔可以離開啦，所以今日凍喺度先。咁啊，原來台灣人咧唔會邊行邊玩手機噶，因為今日冇信號喺度，係收爆曬啊，但上唔到網嘅都係啊。咁啊，台灣咧而家咧就卡拉OK 啊，八大行業咧都係唔開嘅啊，甚至啱先咧，我喺基隆咧就直擊警察去掃蕩嘅行動啊，我淨係直擊咗行動前嘅畫面啊，咁啊，因為我要載下同學仔翻屋企咧，就所以就冇跟落去啦，咁同埋
疫情關係啦，危險啊，唔好咁樣啊。咁啊，呢一間咧就排隊排好耐嘅，今日都早收啦，啊，冇人幫襯。咁我哋。咁啊，台灣喺9:40咧已經恢復供電噶啦，咁啊而家10:00啊，10:00幾啦嘛，咁啊而家咧恢復電源之後咧，條街空空如也，得翻個阿叔棟喺度啊，咁咧就平時好熱鬧嘅西門町，今日提早冷清啊。咁啊，睇下其他畫面啦。咁啊，由於我係用緊附近嘅網絡啊，所以咧就唔可以離開太遠。咁啊，費事斷網啦。啊，依家阿姐上到網啦，相信而家上翻網啦，可以有個阿姐，有 beautiful 嘅阿姐喺度捉電話。咁啊，最近台灣咧就大災難，停水停電又有疫情啊，係對台灣一個大嘅挑戰。咁啊，戲院又唔開啦，咁啊而家因為疫情關係唔開啦啊。係啊，做緊柯南啊，我最近都做緊柯南啊，屙屎個屙啊。哇！喺成幅漫畫喺件衫度喎，咁啊，今日非常冷清，大家見到啦。哦，行太遠啦，喂！哇，個洋樓個 Google 係 3D 嘅喎。咁啊，今日咧係仲冇發現到嗰啲咩？街頭藝術啊，拋波波嗰啲唔見噶，就算開咧都變咗神功戲。咁晚啲阿嬸咧，唔知係冇生意啦，唔做啦，休富走人啦。咁好啦，今日嘅台灣停電快訊同埋呢個疫情快訊到呢一度啦啊！好啦，今日嘅疫情停電快訊，喂，疫情誒、哎、啊，呢、這個做結尾啦哦。啊，我哋繼續講埋落去啦。咁我哋未完㗎。我攞嚟剪去星期二啊！今日啊，行太遠啦，上唔到網啊，觀眾！哇，上唔到網啊！等啊，上唔到網啊！等一陣。啊！而家上唔到網啦，已經。咁咧，啊係冇人㗎。